社区的阿公阿嬷仔细的看着老师教导足迹。老师将新鲜的竹子剖半修边，还将内部修饰，让竹子内侧呈现光滑面，这是为了将竹子流水面的道具。福田社区总干事说，竹制品技艺长辈们都相当的熟悉。今天呢，我们很高兴能参加这个政工所举办的这个竹艺工作坊的一个活动，刚好借用我们福田社区的一个场所。那我们这是一个古早的三合院，传统的三合院。然后因为刚好竹山是以竹嘛闻名啊，然后这些老人家他从小就有接触这些竹子的东西。然后刚好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叫做流水面，那刚好老人家呢可以用这个工作呢来唤起以前童年时的一个回忆。那老人家就从砍竹开始做，非常的有意思，然后他们也非常的乐意，然后非常的快乐。老师认真地教学，社区居民在学习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想法及意见，希望把流水面道具作品做得更加完美。我们社区发展协会为了做地方咱的传统的迄个德艺啊，办这个传承的活动啊，老老青青这社区这宝贝啊，拢我来做，或者请老师来讲解希望讲或者祖祖地地会得人传承下去了。头先去遐山顶找到啊啦。找到来，师傅来破嘞，遐木爱家修好油，修好油了后搁爱白三脚架，许上面较悬，下边会较低嘞，安尼，才会当留落。竹山地区早期农村生活，都是依靠竹子做成许多生活用品，如今渐渐的没落。议长何生峰表示，竹祭的活动办理，不仅唤起了长辈儿时回忆，也让竹山的传统技艺永续传承。民意新闻洪一泉，竹山采访报道。